Vespa 他们家现在有一个官方商城，你可以在上面买车、租车跟购买他们的原厂配备，一站式服务在上面就可以完成。接了这个 Vespa 的合作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家可以租车，我觉得非常贴心。因为购车是一个人生中的大事，你在购买前可以先透过租车了解你自己适不适合这台车，我真的觉得太棒了。更赞的是，现在只要你广邀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 Vespa 官方商城的会员，你跟你的朋友都可以获得100元的租车或者是商品折扣券。